有的鲜艳夺目，有的沉稳优雅，各式各样兰花争奇斗艳，民众忍不住拿出手机毛起来拍不停。琳琅满目兰花，美得让人目不转睛。加拿大南安省养兰协会41年历史兰花展，挥别3年疫情阴霾，终于再度亮相。来自美加两国，还有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10多个专业团队前来参展。The crowds have been quite large.And we hav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orchids on display. 超过3万株兰花在多伦多市立植物园绽放。热闹盛会不止让民众大饱眼福，也让国际养兰人展开经验交流，期许养兰技术更上一层楼。因为是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